东桥 Vlog。 我们今天在直播之前啊，想带大家来六湖晃晃，然后拍个 Vlog 给大家看看，顺便认识我们的新朋友森森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森森。现在快要抵达我们的猪排店，换地方啊，人太多了，真的。那我们来看看哈。豚主食堂应该人会排很多，所以我们就看别家。这家我们刚刚就去那家嘛，已经排爆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去平田牧场看看好了。平田牧场就会在 Midtown Tokyo Midtown 里面。你知道从下往上拍一些女生的？不会啦，你那么美，怎么拍都没关系啊。你旁边有我，所以怎样看都 OK。对啊，跟他比起来，你脸怎么那么瘦？头发那么茂密。He always give me shit。就这样滚下去吧。加油！英文的 manual， 顺便教大家一下，单点叫做 a la carte， 它不是来自美语，是法文。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就你有在经营部落格之类的。我有在画部落格，叫做生的一日小事。生哦，一日小事。哦，这个鹿哎，好可爱哦。可以，这个创作动机是什么？就是大家跟一开始想要去奈良之后的那个期待不太一样。对，深深就是把他在日本遇到的内心创作成一幅简单又明了的图文。因为最近头发卷得很乱，你看超翘，有比这个兔毛还卷吗？那我头发如果变这样，怎样？哎，哪里来的骆驼可呀？啥种发黑？有嘿。来，我这是那个精华图点，是跟深深一样的那个 combo 组合。当美妆布洛克啊，有啊，知道，当然酥脆，然后这个应该是瘦的肉，不会很肥，它猪排切得很扎实，觉得蛮脆的，对，加一下它那个干口的酱汁，哦，非常的嫩。现在散步到 Midtown 旁边的公园了、啊。对啊，这边的那个树啊，都有打那个很漂亮的灯。觉得附近的那个街道看起来也很时尚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要买什么？我最爱吃的鲷鱼烧。好，你就让这条鱼失去它的头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哦，有点烫啊。哦哦，嗯，好可爱。它皮好脆哦，然后。红肉很甜，很扎实，蛮脆的，蛮脆的。而且这家是连锁的，所以很容易很容易遇到。我这一段上字幕应该很痛苦，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这是西瓜的新兵刃，全家便利商店都已经推出。那我们来看怎么做。首先先压一下这个，嗨，好，请韦恩喝一下。每次打人我也喝一下，很人工化学的，我觉得我老实说不是很推啦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没事没事，不要买，对啊，多看东京热讯息就好。反正也没有人看，两个人渐渐离我远去。啊，我觉得那个包裹啊，讲话真的好无聊啊。对啊对啊，跟他搭档真的是超无聊的。对啊，你要不要换个搭档啊？哦，对啊，我觉得跟你换个搭档还不错，一起合作吧。不知道，他说可以减肥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也买。哦，我买就是一般的茶，林荫跟水。哎呀，森森运动健将哦！听说以前一个月游泳二三十次嘛，对不对？二三十次，对，差不多啦。差不多。成绩相当不错。哦哦哦！你现在体能王。哦。金比罗丸。哦哦哦！哪个都好，哪个都好。哦耶！快快，剩三秒钟，咣！噔噔噔噔！耶！今天的 vlog 又是场闹剧啦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特别来宾森森的加入。欢迎，我是鲍勃，我是森森，我是伟恩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